这个是个宝贝。它能实现小小愿望，有神奇魔法，帮助每个小孩都想要得到它。准备好了，一只金鲨，看它吧，像我像鲨鱼，快吗？炸！哦。啊拿来吧你！啊！一只金虾。哎，老板，送我个福寿螺。乡巴佬，这是降龙。拿来吧你！这是福寿螺吗？啊！一个是金虾。第一口粉丝先吃，哎呦我的妈，一个真香。